骄傲的心志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叹你旨意，心谦虚谦卑，救主我来求你。感谢咱们请咱陈福慈牧师今仔为咱带来的信息。若无安尼，咱请陈牧师。来，祝你大家平安。但以理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我个人。讲啊，但伊哩书吼最精彩，啊，佮最落后的时段，因为其中一句话吼，汉文讲其祸不长，啊，咱台湾是讲果然安尼，但伊哩书吼，咱看内面吼，有一个真大的对比，真大的。无同款，一个所在，两种人在，两种人的无同。一个是对国外方面来到这个地方的困难，另外一个是哦，不管有谁，啊，两种人共伫一个所在，但是表现出来因的存在哦。真大的无同，真大无同，甲无同款的迄、那个，无同款的迄个价值观。但伊哩第二章吼，记载讲有一间国王吼真受气，爸真紧张，就调兵全国，而且汉文的圣经是讲耶稣，咱台语的圣经是讲全国高人。拢来攻击，甲伊讲吼，我十二万去一个梦，天光煞未去啊！啊，这个梦吼，真好紧，真好紧，啊，毋知是啥物啊！啊，恁爱甲我几十万，若无吼，伊出事，伊出事。啊，这个人问讲，啊，到底你是梦啥物啊？啊，你家己都乌沙沙、乱糟糟，啊，叫我甲你几万？啊！伊家己嘛，伊家己吼，嘛唔知讲伊梦啥物啊？知影讲，这个梦是真要紧，啊！我袂记啊！我来记，我何必叫恁来呢？即吼世间吼，敢有一种亲像民国甲年少一种人有无？有啦，咱台湾嘛有，咱台湾嘛有，真侪代志吼，伊无得放在伊家己。啊，伊无清楚，啊，就跩乌白蛇，咱可能台湾算无台湾人，出门个样样，不行哦，台湾头甲台湾尾搏出一个，啊，伊啥物话都敢讲，嘛不叫人笑啊，嘛不叫人笑，啊，即台湾尾即个国家，啊，国家无知，啊，伊吼，伊讲吼，也袂惊介绍，反正。伊就是一种人，伊家己蛮好。是安怎？这个世界有一种人，伊就心叛逆，无上帝，无灵的生活。啊，生命吼，只有当这个辛苦，内心无上帝，无灵。国家能讲伊在天顶的上帝吼，会通。嘛不会，嘛不会。
这就是吼，叫做只有吼肉体性命，无迄个灵的性命。但是但伊哩吼不是安尼，但伊哩吼，伊吼有灵体性命，啊，甲顶面迄条线伊会通，所以困难来啊，危机来啊，伊无乱吵吵，伊无困袂去，因为伊内面。灵的话，上灵存在。这个陈毅力第二章，这个侍卫长吼，甲陈毅力讲，讲王要砍，把你再搞再毒死。因为因我个同父王关系这个要紧吧。啊，陈毅力哦，陈毅力哦，甲这个侍卫长讲，赶紧去搞王讲。叫我们紧张，过几天啊，我叫问上帝，啊，这个退后哦，改办，但伊要心内有个确信，上帝会退后，跟说几万、几万，这就是哦，属灵的人，属上帝的人，在迄个危机、迄个困难中间。做些但是伊毋知影，历史的主宰毋是你要安怎就安怎，毋是上帝手在支配历史。有一天，忽然间对天顶吼有一粒石头跌落来，无人通反抗，无人通闪，迄粒石头。要拍迄个金头，要拍迄个金头，迄、那个金像全倒落去，就散。就一个讲什么？讲你不干涉，你这个不干涉，两面都无去啊，两面都无去。上帝建立一个永远存在国度，我们看历史，完全这件代志。今天你看上帝的角度，遍满全世界。讲耶稣基督的名，你各所在、各世代讲，上帝的角度吼，啊，甚至吼，和时代、和潮流、和政权的势力考验，未败坏。所以咱对。伊的背时，咱来参与服侍，来传扬伊的言语。咱看今仔日，你是怎所看这个圣经啊？咱看但以理的信心甲坚强。王虽然伫第二章只吼，伊亲自经历，哦，但以理所敬拜这个神。真正是哦，万神之神，万王的王。第二章四十三节哦，伊记载讲，伊拄啊承认讲，但你哩所服在这个上帝，这个上帝的权能，确实哦，偌久哦，伊袂记啊，伊掠家己哦，最大，啊要扩大家己，做一个吉祥。做一个金像，啊，圣经讲是十六条九等上高等，别人所有的文武百官、人民一律拢爱服拜这个金像，这个金像是伊，那无啊，一切咯，消失。但你哩，那是你哦，当然就是拜。巴比伦偶像，
因为伊有真坚强的信仰，伊做起就基督徒，虽然话面看不来啊，困难来啊，但是做伙祈祷，做伙祈祷，伊有得到困难，所以明明来的时，因但伊哩三个朋友，因无要回家，无要参悟。坚持一个信仰，做乡亲们，咱跳起台湾这个异教徒的社会，咱全全嘛就有这款情况。你是讲异教的阶级啦，还是双师啦吼？那个亚洲各地办，啊，甚至哦，咱的时光，时光吼，你叫他拜托嘛。你那五百是不好，我第六年初从这个教会吼，发一个青年来找我，讲一声，找我平安，同我讲吼，我阿婆你个工作做得，讲伊个讲计心，啊因为吼，因为就讲一句，讲一句话比较，要把我就不讲吼，怎爱讲话吼去教会。啊，就去教会，人拢无咧夜聚咧拜拜。啊，所以吼，就夹点干。啊，伊吼，伊嘛，啊，夜聚一直点，会去点，点点。啊，伊另外一个工作甲讲，啊夜休，啊夜休，好像好多。啊，休就要做好。啊，伊就甲整起来。啊，我嘛就做。今天撒旦在这个世界，伊在这个世界，伊想要最红、最神，所以就走入去各种宗教的内面来施行伊的势力，对凡人屈服伊、跪拜伊的，伊就施行伊的势力，让你无平安。但你呢，第一章到第二章。咱看这尼布甲尼撒王，伊安怎伫这个撒旦控制里面，伊痛苦过日子，伊痛苦过日子，伊吼内心无平安，无喜乐，无安宁，因为伊吼撒旦控制掉的，心无根，啊将自我破坏，那所以伊上一代，伊上老，啊来。压迫人民来害伊个国家，但伊个三章十六、十九、十八章，但伊三个朋友，若无屈服伫即个极权统治下面个政权，也阁做一个真伟大个见证。伫即个咱拄仔出头个圣经，果然是安尼，十八章讲吼。阮若无安尼，两句话，这两句话会通吼帮助咱思考咱的性命，咱的信仰，咱的信仰是钢铁，也是稻草，这两块圣经在替咱思考。这两句话吼，嘛同我讲信仰境界啦吼。十七章是讲个人。三章十七章讲，个人若安尼，个人若安尼，哦，讲个人若安尼，我所属奉的上帝会救我脱离炎热的黑龙，王啊，嘛会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十八章讲怎，若无安尼，你就知。我决断
要服侍你的这些上帝，也无要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两句话是信仰境界。信仰，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将是绝对将本心挖苦在这个创造力的上帝，负责你，保守你的这个上帝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信靠到顺服的这个信仰。三章十九节，王非常受气，所以就命令人将但以利三个朋友给抓起来，黑地黑路，命令讲要用迄个冰箱的七百火烧死伊。伫即个三章二四节吼，我是讲这是吼、第三章吼上水的一个经文。咱平常讲叫做火中有情，咱拢讲过头的以前，但是吼，但你是伫火中有情，在火炉中出现另外一个人，王将军迄伫火炉，啊伊吼亲眼看见，伫迄火炉骨另外出现一个讲面貌亲像神人。是，就是上帝本身临到伊迄路中，啊！但伊有三个朋友，三角是苦难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基督教的苦难观呐。基督教的苦难观，不是干来讲拯救平安。基督教的苦难观吼，是上帝伫苦难中，甲咱三角是的，甲咱三角是苦难。所以，今仔日基督徒要对界、对世界见证什么？不是讲信耶稣啊，信耶稣无苦难啦，有平安啦，发大财啦，不是，是讲基督徒在火炉中卖油时，佫会发出迄个新的生命出来。好。我去看一个家己教会兄弟啦，伊着癌症，啊伊吼有这个癌吼，挣扎一段时间，后来伊甲我做见证，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后来我甲这個、我的身躯这个癌讲我袂输你，我无惊你，是你咧惊我。当伊决定讲无向癌、无惊癌了后，讲所有痛苦吼拢无啊，因为有平安，他心的动在，也确信伊人，伊安然接受这个，立足这个痛苦，最后安然离开这个世界。各位，咱属上帝人，咱伫迄个黑河中，毋是跳沙滩、荡浪上，好黑也在养，毋是，是伫黑河中游泳。因为果然有上帝落来帮助，落来陪伴，伫黑河中，你要建立神的同在，他也同。天主教一个神父叫做科马，伊十三岁吼，就决志献身服上帝。啊，决志一生无论伫啥物境遇，要怎做做手中的铁棍，去影响别人的事。一天伊忘记上帝，互伊两顶帽啊，一顶是。红的一顶是白，啊，上帝问讲，啊，你两顶要拣倒一顶？伊讲我两顶拢要拣，我吼嘛要
过性格的生活做新的契合。啊，我嘛愿意牺牲我的性命来救别人的性命，所以两点我拢爱。伊21岁吼，就得着结核，甲其他个破事，伊就爱行到人群中间去服侍遐个困苦、卑微、帮助遐个苦难中的人，甲伊相佮做伙生活。结果伊互纳粹吼啊掠去，关伫波兰的一种啊。有一天，伊一场有一个人逃走，啊，纳粹警察咯，追上去，将邀请因波兰一众人，所有人拢来，甲因讲吼，啊，迄、那个纳粹警察甲因讲，即摆要点名，若点着名的人吼，就爱出来，我拢做要警察的，即十个吼，要甲处死刑，爱用安尼甲你教乖，以后你什么人敢逃家？啊，道家就是是就这个，啊，然后一直点点，啊，点到第十名，其中有一个吼，叫点着，吼、哦，爱迪啊，爱叫这个警察，讲吼、哦，我袂使死的，我还佫有某，佫有两个囝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袂使死，啊，可能神父哦，听到了后吼，伊就爱就出来，讲。我愿意替这个人死。啊，警察吼，甲伊讲，啊，你是咧气笑是？你是啥？讲我，我是讲，传教士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无结婚，无家庭，我要替这个人死。啊，这个人也够有家庭，伊就安尼甲迄十个人吼，可能关伫迄个地牢，诶，地下地下吼，无买好食。挑一个娃娃要甲一十个人饿死，啊，神父伫遐，甲即道的人吼做伙，用耶稣的听来服侍即教的即教的人，后来吼，即教的人一个吼，拢饿娃娃饿死，只有神父无，因为伊内面的灵的画面真丰盛，啊，那最近才活到啊，最后之后。住下，啊，可以免可以死，免个拖。1913年10月16日，圣彼得大礼拜堂，纪念这个福麦神父所做的工作，就举行一个感恩礼拜，纪念伊的牺牲殉道。有8000个波兰人对波兰来到圣彼得礼拜堂。参加这个感恩礼拜，因为伊确实影响了真侪人，让人知影讲，什么是上帝听，什么是这世间所做的听，影响到呾人阿个去感恩，唔忘咱来通予上帝感动，参与上帝各个服侍。啊，清楚这个世界，最后胜利绝对不是邪恶，不是独裁，不是自私自利，是上帝公义，上帝的话名，甲伊的国度，永远。这是咱最后的胜利，上个来提的，至诚的祝上帝，感谢你。跟住我，在卑微的人做你的见证，我看三个有分，伫你国度内面的服侍，叫你也，互阮有信心，像但伊你三个朋友，伫这个危机来的时阵，应该通帮助家己，卖通帮助人。可以注意做见证，求你还你信用，会当听走，也给小王的生命，一个困难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